宝可梦珠子所有科目考试答案下载我已经帮你们整理好了，每上完一个科目都会触发相应剧情，比如你想抓珠子的四个二级神，那就得把所有历史课给上完，期中考试要对三道题，期末考试要对四道题，否则就会不及格，记得收藏备用。